本传媒今天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50,000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你踊跃的给耿传媒的支持，耿传媒的工作团队非常感谢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，希望你能够啊分享出去，那鼓励你更多的好朋友，你的社群上面认识的人来订阅耿传媒，给耿传媒的支持就是给这个大时代，一个知识发布非常丰沛的时代，多了一个了解真相的声音，了解真相的事实，这个频道需要你的支持，所以请呼吁鼓励大家来让耿传媒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但今天超过了50,000个订阅户，非常感谢你，特别向你表达万分的感谢，谢谢。